我们开始上课，前面我们讨论了教材的序言和总论的第一章，下面呢我们接着讨论第二章，方剂与治法。在序言里面谈到方剂学定义的时候，谈到方剂学是阐明和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说明方剂学包括了治法和方剂两个环节。那治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看治法概述，也就从总体上把握治法的一些特点。因为治法是指导潜药组方的或者运用方剂的，而在后面各论的方剂里呢，还要具体的讨论治法。这里呢讨论治法的概述。但治法这个提法呢有广义狭义的这个不同。广义来讲，治疗方法也包括治法一般我们说你这个病用什么治法，也都说吃中药用方药来治疗，或者用针灸来治疗，都是治法。这很广义的泛指的这种治法。我们方剂学里讨论的治法呢是狭义的，它指的在辨清症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的采取的治疗法则。那治法是治疗法则，这个法则它有个前提，它的产生是在你通过辨清症候、辨证，症候清楚了，把病因病机搞清楚了，针对病机产生的治法因为治法针对病机产生，方剂是在治法指导下组成，所以方剂必须针对病机体现治法，中间治法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治法的定义它是在辨清症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的采取的治疗法则。针对性，针对什么？针对病机。那作为这个治法理论上奠基呢，前面提到过是在《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它这个汇聚了当时对临床治病过程当中的很多治法的认识，善哉的汇聚在里边的不同篇章里边那这个都反映出来了。后世通过整理对这一治法形成了很多说法比如实际的思想比如说很多医家后来实际他也发展了12剂、24剂，这些都是一种对内经基础上这个治法的一种发展。到最后清代不是由波反约吗？由波反约，那这个陈宗林的医学新物把它归纳为大法的八法，仍然八法实践仍然基于内经的基础。内经的基础，这个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常用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饮而悦之，其下者饮而竭之食之泻之虚之补之等等，这都是出于源于内经的，所以基本上奠定了治法的一个框架一个框架。而伤寒杂病论呢，对治法方面是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形成了辨证论这个体系了。我们辨证论是在伤寒论是临床辨证论治体系建立这个标志的那整个辨证论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的话，它是两个阶段。辨证的阶段关键是捕捉病机，辨证的阶段关键是捕捉病机，论治的阶段关键是确立治法，关键是确立治法。所以这两个阶段针对病机产生治法然后方剂是一种手段，
只能说是重要手段或者手段之一。所以论治阶段为什么说关键在治法，而不是说关键在方剂呢？立法方药啊，因为治法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遵照这个治法。那你这个肝气郁结了，你用方要遵照它疏肝理气，你用针灸仍然要遵从这个治法，遵从这个治法。方剂是重要的手段，或者是使用最多的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这是啊，那个治法的重要性了啊，在辩证论整个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种重要性。因为你辩证的根本目的在于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立治法，所以方剂必须要针对病机体现治法啊。这是一个在《伤寒杂病论》开始建立了这一套体系了，临床立法方药这种融为一体的体系。但中医的治法人们是不是搞清楚了呢？在教学当中的贯彻呢还是不是很够的。为什么说我们从我们的产品，从学生啊这个实际的一种能力反应来看，对治法，比如第一个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这是这次已经提出来的啊，就针对的呀，我们学生往往容易行那个什么好像都是治法，补法也是治法，补肾阳也是治法啊，温补命门之火也是治法，温经散寒都是治法，这一治法是当中什么关系呢？治法多层次这种概念啊，如果不清楚的话，那在临床上啊，你不能够准确的表述你这个治疗的思想，不能准确的表述。实际上治法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这里指的具体治法我写了两个层次，实际上第二层次具体治法层次它还有细的下面的层次。但有的认为治法可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实际上是治则，第一个层次是治则，治疗原则，它是针对的啊所有疾病都必须遵守的治法上的共性，所有疾病不管你是个啊内伤杂病、外感热病，不管是哪一科的，而所有疾病必须遵守的治法方面的共性，这叫治疗的原则，简称治则。那我们中医基础理论里边讨论的啊，扶正祛邪，任何疾病都要遵守这个治疗原则，平调阴阳，调整气血津液，当然包括调整气血津精了啊，包括治归全变，因人啊，因地因时制宜，三因思想，这些是所有的疾病都必须遵守的治法方面的共性，把它称为治则，最高层次的所有疾病必须遵守的。那在治法这个层次里呢，有大啊治疗大法和具体治法的区分。那你像实际里边讲的宣通补泻、轻重啊滑涩燥湿，实际里边谈到的，它既是功效的概括，又是治法概括，以及八法里面汗涂下和温清消补，这些都针对某一类病机共性所确立的治法，某一类的病机共性所确立的治法，它不是所有的。补法就针对虚症这一类，虚症这一类共同遵守这个治法，
啊，清法针对热症，哎，热症的这一类共同遵守的啊，这一类病机啊共性所确立的一个治法，这叫治疗大法。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呢是具体治法，具体治法就针对具体症候所确定的治疗法则。那落实到具体啊，当时当地当具体这个人所采用的一个治法，当然我们这个治法就要降到最具体的程度。那它的前提就是辨证病机要对具体，治法针对病机产生，病机要最具体。我们现在看临床上有没有这个情况，有些年轻啊，我们学生比如也方剂这都学了，都毕业了，毕业实习时候，我有时候带实习的看这个学生啊，病人要问他呀，我怎么不好啊，哎，你虚了，病人吓得很，我年纪不大都虚了啊，再问他怎么虚啊，肾虚，哦，结婚都没结了都肾虚了，肾什么虚啊，肾阳虚，人家更害怕了。这里讲的都是一种大法，都讲不到具体的，哎，你怎么能停留在高层次治疗大法上去啊谈他一个具体的病例呢？应该落实下来，一个肾阳虚，这个是一个病机啊，肾的话肾精不足，肾阳虚，肾阴虚，肾气虚，几个大类型，下面有具体的肾阳虚以后啊可以反映在什么方面呢？可以肾阳虚热力来源极差，严重的甚至于阳虚到阴盛隔阳，对吧？那这是一种具体的病机了。或者肾阳虚仅仅火不生土啊，顽固不化，泄泻或者水肿这个方面，或者肾阳虚呢反在生殖功能低下方面，而肾阳虚可以阳痿不育，对吧？这也是一个他平常生活造成还比较正常，甚至于腰酸脚弱啊，再结合经常微寒，他这个肾阳虚啊很轻，在这个阶段主要反映在表阳不足上，哎，严格说程度较轻，这类都可以归到你肾阳不足的范围来，哎，你层次不清的话，跟人家随便说一声，那你把这你这个，哎，不同层次混淆的题，你治法上绝对就不会精确。现在这个很普遍，如果说跟师学徒或者自学成才这些在学习当中，啊，他写病历，笼统一个肾阳虚三个字，这个病机确定，治法补肾阳。这个不精确的，不是落实到具体层次的，哎，仅仅起个作用容易吓人，别人一听我这么年轻都肾阳虚了啊，也就是说由于你这层次不清啊，哎，层次不清啊，这个教学当中也应该注意了啊，你病例书写要求辨证的准确性层次的具体性上如果不这样要求的话，中医学发展很困难。我就说一个现象吧，80年代很多老中医开始就啊在政协人大呀啊在各个方面呼吁中医要立法，叫你立法吗？立到现在立不出来的嘛，为什么呢？立法了那你那个医疗证明就有法律意义了，对吧？那你就开医疗证明吧，肾阳虚休息一周，你拿出什么标准什么指标来，哎，你的肾阳虚你可以是已经要到垂危的病人了。
对吧？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表情淡漠，呼之能应。紧接着就要应声各样了。啊，老年到慢性病衰竭的后期，这个时候了，你有的肾阳虚，照样打篮球，照样生活，照样那个，你那下面的具体层次不清楚，那怎么行啊？哎。当然你将来逐渐症候规范，你都要搞一个肾阳虚，有一级肾阳虚、二级肾阳虚、三级肾阳虚，啊，西医也有很多，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对吧？哎，一级肾阳虚照常工作，哎，两个叉叉，那你可以清点工作，三个加号了。那可能要休息休息了，四个加号要住院了，你要把你的症候类型这些分层次分清楚啊，所以不能够我们的学生自发放弃学了出去再跟别人讲，哎，医生我怎么了？那你就是一个肾阳虚啊，不行啊，肾阳虚或者脾肾阳虚顽固不化了，啊，或者肾啊。肾阳不足，阳痿不育，你要把它落实到具体的啊这个层次，你针对性这个治法，它的多层次也能具体。这个我们需要啊反复几代人工作，规范化啊，这在过去小生产积累内容基础啊，这个工作非做不可，否则你的地位啊。不会得到地位，不会彻底。这是治法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啊，要把它一个落实到具体层次。那作为治法呢，还有多体系的特点，因为我们在学习方剂的时期啊，一般来讲还没有开《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这个基础课阶段没有开那些经典课，所以学生呢，不一定了解这种多体系这种特点。西医有时也不了解中医多体系这个特点。哎，说这个医学体系嘛，就是一个嘛，我这个辨病的方法。啊，寻找病因，我找到病原体以后啊，我公布出来了。我在啊，美国纽约研究出来，研究室公布出来了。你伦敦的实验室、莫斯科的实验室、北京的实验室，都搞出来可以重复，大家一样用。哎，你这倒好了。哎，你这个医生在那说，他跟这个我用。为情绪辩证来解决，那个医生说《伤寒论》的六经辩证也能解决，再来一个说脏腑辩证，用这最好，啊，那这个治法多体系之，由于它的病机体系、辩证体系是多体系的，治法体系、病机体系。辩证体系为什么多体系？归根到底是一种定位模型问题。不管学一方剂，学中医必须了解这个特点。病位模型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要定位。定位。人们很不了解的，对中医就是中医的定位是乱定的。哎，有的开玩笑说，中医啊，学中医的没头脑的，为什么呢？你心主思，对吧？心主神志，心管了还有脑子干什么呢？哎，它这种功能定位，功能定位，这个话不是我编的，哲学书上有。人类的很多东西啊，包括思维方式，都不是单打一的，不是说。上帝给了你一种方式，你就是结构定位。
有机构定位就有功能定位，有自己观察分析寻找原因，就有间接推导综合推导来寻找原因。而这个都是哲学上存在的，而是在综合时代呢，在功能定位上，在间接综合推导上用的多一些。分析时代呢，人类历史进入分析时代以后呢，那是结构定位啊和直接观察分析方法用的多一些。而现在进入很多边缘科学研究的进入新的时代，这时代开始应该说是啊从这个啊这个相对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普尔的量子力学开始进入，出现了新的中国时代的曙光。以三论为代表的维系的现在包括啊宏观天体的研究，微观像基因的研究，将来都会走为走向综合时代这个奠定基础的。所以由于分析时代习惯于这种啊结构定位，对功能定位就不理解啊，这实际上这个因为不了解这点，将来这个治法针对的病机怎么一下又是胃行血的，一下又是六经的，一下又脏腑的，搅在一起，方剂学里都在啊，就否则就对这些不好理解。谈到这个呢，我可以举个例子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功能定位，我们有的时候说全国排队啊，经济实力上海第一位，哎，某某哪个省比如20位，是不是这些省他就在排队呀、啊、他是他的经济功能定位出来的，哎，这个社会人群当中排队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工人阶级第一位，那这个位是不是他人就排队排在前，不是结构定位，功能与这具有这种功能群体的，哎，这个定位，哎，那你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里边啊，我们要找这个我们上课这个地方，拿个地图别人指给你看，朝阳门外的关东店，这是结构定位，哪地地图你能找到啊。那你如果说我找到这个啊这个教育部，我指的教育部哦，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系统，指的我们这是农业部，就是我们国家的农业，我看教育部长农业部长哦不敢当，我这个仅仅是这个啊行政机构管理部门，不是整个农业，哎，我们说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农轻重啊，这种定位，这种思想都是功能定位，对共同功能特点的，哎，有共同功能的啊，形成一种定位概念。中医古代最早有结构定位，大家如果翻翻列子的书里边，最早的脏腑模型就在那里边，哎，后来发展古代的科学技术很难向深处发展，过度向结构定位形成，就是在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所以它经过了一种定位混乱阶段到内经来整个澄清，大家把五脏生成篇、五脏别论结合起来一读，里边都有当时的混乱过程或者怎么标准来把它确定啊，都有。由于是功能定位，所以产生多模式，我们现在讲多体系啊，或者说多模式的特点、多体系的特点。那胃气阴血这种辩证体系啊，它就针对了什么功能定位呢？它气血温热病邪侵犯人体，作用于气血的浅深轻重不同层次，产生病理变化的规律。
哎，气为何气，血迎合血，是温热病邪侵犯人体作用于气血，伤及人体气血的浅深轻重不同层次形成的这种定位模型，胃之后方圆气，阴之后方圆血，胃气阴血这个体系。六经是寒邪伤及人体阳气，由实转虚，由轻至重，由表入里，这种浅深轻重的不同层次所产生的病理变化规律。哎，三焦变症啊，那湿热病邪作用在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部位，三焦水湿运行功能障碍，这样来确定的定位。脏腑呢是啊，致病因素作用人体的脏腑以及它相关系统，相关系统产生功能变化的一些规律。所以它定位模型不同，定位它都是以功能，某个方面的功能，某个方面功能系统，这样来定的位。因此的中医学它产生在中国时代，由于功能定位，它产生了多种的定位模型，形成不同的辩证体系。那相应这些不同的辩证体系，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相应治法。胃行血辩证，它就可以有在胃汗之可也，道气方可清气，哎，入营有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只需凉血散血，它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胃气营血的治法啊。那伤寒方面呢，就六经辩证方面呢，哎，那就太阳有其在皮子汗而发湿，哎，阳明就要清解阳明啊，少阳半表半里就要和解，那就有他的一套治法，针对六经的一套治法。你把和解这个搬到搬到这个胃气血当中去，那你就不成完整体系了。而我们学生开始在学习方剂学阶段，这几门课都没学。而这几门课辩证体系不同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并没有知道。他开始来学方剂，后面具体的你看前面谈到麻黄汤、桂枝汤、太阳病，然后泻下剂第二章谈到大椿气汤，这有阳明病，有阳明腐蚀，然后到了清热剂，第一个出来白虎汤，热带气氛，但是呢又说它阳明热盛，阳明经热，这名词很多啊，你都不知道它来源在哪里的。学生阳明经热那这个热带气氛什么关系啊，它来源于不同的辩证体系所产生的不同治法体系。所以首先了解中医学的治法了和病机体系啊，有这种多体系的特点，多体系特点，那你才能够在相应这个方的治法上，从整个所居的体系范围内来理解它。某一体系这个为主，当然用在别的体系也可以，符合它相应的治法体系的内容治法体系的需要。所以这两个特点呢，需要方剂学也必须的，也很重要的，就相当于有一些代表方，反映了一些医家的学说思想。学说思想你不了解，光从这个方去啊，那不能深入，不能理解正确的所以这个第一节的治法概述呢，就讨论了治法的概念了。
讨论了啊，司法针对并机啊，司法产生要针对并机的，讨论了呢，司法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和多体系的特点，这是学习司法必须了解的，在中医学当中它有它这个特色啊。否则如果不了解这两点，不重视这个的话，方剂学完了，对于他的很多方的一种反映出来治法，回归到这个整个中医药学体系当中去啊，他的源和流就不清楚，源和流就不会清楚了。当然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初学方剂的这些同学来说呢，啊，那个教材上仅仅告诉你阳明六经规律，他不知道。哎，有的老师如果课堂上费很大的时间来讲这个六经呢，伤寒又重复了。怎么样用比较精确的啊？首先他要明白，你以后要学到的这种六经治法体系，包括六经病机体产生的治法体系，为情血的病机体产生的治法体系，脏腑的病机体产生治法体系，以后要学的，现在这个方应该是在哪个方面的，它的本质是怎么造成的，功能定位的不同造成的，这样呢可以减少很多初学的时候的疑问啊，就中医确实深不可测，哎，基础课阶段不愿意学进去啊，可以减少这个方面的困惑了。在方剂和治法关系里边总啊，这个第二章里讨论方啊方剂治法的关系了。方剂治法的关系呢，我们在前面分析辨证论治整个过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分析问题的阶段是辨证的阶段，关键是捕捉病机，抓住病机，而在这个论治的阶段关键在确立治法。那我们运用方药治病的话呢，那在确立治法以后相应的才能选择方剂，选择方剂或者组织方剂啊，那就治法是指导前药组方的原则，治法是指导前药组方的原则。那方剂呢是体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当然不是说唯一手段，主要手段。当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说，先有药后有方，前面讲了，方运用到一定的阶段，在方药运用有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把很多治疗的共性归纳起来形成法的概念，治疗当中的很多共性了，哦，这类药怎么组织解决这类热象啊，轻法概念出来了，不是光针对一个药了或者一个方了，针对一批共性了啊，那就治法理论的产生应该说是在方药运用经验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到一定基础上形成的。那治法是后于方药运用啊产生总结出来的，但是当治法总结出来以后呢，反过来又成为了主要遣方或者运用成方一种指导思想。所以说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那反过来呢，作为方剂它有一些规定性，前面序言强调了，这个规定性里包括很重要一点，它要体现治法、啊、体现治法，治法在临床上落实要靠方剂来落实，方剂是体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当然有过去有的提法叫落实和完成啊，落实完成是一个意思，体现和完成还不同一点。
啊，方剂是体现治法，针对病机，针对病机体现和完成治法，啊，它是个主要手段。所以这两条呢，应该说方剂和治法的一种简要的一个归纳，简要的归纳一个结论。所以不能够啊，有方无法，有法无方都不行。这徐灵台的方药原理论讲得很啊很清楚啊。这个我们说中医学理论体系啊，是独立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也得包括了方和法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这个区别于民间医学单方验方和中医学方剂学的区别和界限。因为我记得在30多年前参观过中草一个展览会，规模相当大啊，我那里一听啊，讲解员那能力很强，记忆力非常好，一口气真是我都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呼吸的，一口气可以背好几十个药，什么药治头痛，什么药治高血压，什么一口气下来，像说快板一样啊，讲解员都会结合表演。哎，当时整个都在搞这个啊，我当时听了我说，哦，这样呢就直接从症状到药物，哎，症状到药物，理法方通通不要了，哎，症状直接挂钩药物。那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很大的特点，是民间医学水平把中医学取消了方和法这种环节以后，它回归到啊，还原到民间医学了。最早像战国时期以及以前的中医学是处在民间医学的水平，和现在我们有一部分少数民间医学呢是这样的啊。这个像藏医学都有它的理法方药体系，我们需要基础医学院有藏医专业了啊。尽管我们懂得很少，也跟他们学，藏区也去参观，也看他们看病啊。他有一套从唐以后转向以后的啊形成的一套他的医学体系，哎，所以他也有他的治法，他有他的方，所以他有比较独立的一个理论和临床体系的。所以我们方剂治法关系，这是学习方剂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每个方的治法呢，是在后面各论当中在功用那个栏目里边，功用的栏目，从方的作用来讲叫功用，它所体现的就是治法啊，就是治法。那所以我们历来说方以药成，方是用药组成的，又说方中法出，法虽正立，所以方剂呢啊，从治法针对治法来产生了啊，要体现治法了。法呢虽正，正后的本质是病机，法虽正立，实际上就是法是针对了正的本质病机产生，针对病机产生治法，方要体现治法，是这个关系。我们历来讲依法统方啊，过去大都是指的依法统方是依法来分类方剂说的多，当然也包括组方。实际上依法统方是包括了用法的指导下组织方剂组方，用成方的时候用法的指导下来运用方剂选择方剂依法遣方，分类当中用法指导来分类方剂，当然在做方论和讲解方解的时候用治法为纲来解释方剂，解释方剂，这就形成了依法统方，包括了依法组方、
依法遣方，依法类方，依法释方，啊，这样这个四个方面构成了依法统方的一个完整内容，啊，依法统方的一个完整内容。这是这个依法统方啊，方及自法关系当中呢，相当于一个小节，啊，相当于一个小节。需要重视方剂学习的同时，要十分重视自法的学习和对自法的一个体会。而将来学习各论的方剂当中呢，除了在功用内栏里明确要标明它的自法，啊，实际上既是功用又是自法了，而且在方解过程当中也是围绕着这个自法的思路来展开的，围绕着这自法的思路来展开的。这是我们啊谈到方这个方剂和自法的关系了。总论第二章的第三节呢，我们讨论常用自法啊，常用自法，常用自法有一种归纳总结的过程。这里常用自法所指是指的大法，就我们刚才讲自法多层次的特点中间的大法这个层次。这个大法是针对了一类的并机共性，一类病症的并机的共性啊，针对这个共性所产生的自法。那这一自法它有个归纳过程，历史上归纳了很多种模型。我们侧重点呢，长期以来是以陈仲林的医学心悟的归纳一门八法呢作为治疗大法，也可以说作为治疗大法的一种代表啊，一种代表。所以常用治法这一节的前面一节呢，我们主要谈到这种归纳这个八法思路怎么产生的。这里要补充一点，说明一种陈仲林思路的一种想法了啊，怎么就把汗涂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把它归纳出来了呢？我们看医学心悟他自己讲的，论病之源呢，以啊内伤外感视之扩之；论病之情呢，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呢，又以汗和下消土清温补八法尽之。哎，这里明确说明了，他这个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是八纲，八个字是来统帅病情，八纲也是陈仲林总结的，他是根据八纲推导出来的八法，根据八纲推导出来的八法。哎，有的时候有同学要问呢，陈仲林制定了八纲，八纲是一种病机的共性，病机不是也多层次，针对啊病机多层次嘛，针对病机产生自法才是多层次的了。哎，那他的八纲八法什么关系呢？大家虽然有时候觉得是对应的，但又不是八个和八个相具体啊机械僵死对应的。他怎么推导出来的呢？因为八纲当中如果分析的话，表里是指的相对的病位结构，哎，历史上相对的病位结构，历史上医学形成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是相对概念，表里呀，表并不光是指你的皮毛的表啊。后面我们学到小柴胡汤这里在回顾伤寒啊，他那个原文就会体会到，有些表里它有相对概念，但是它的病位概念这是确定的，是病位的概念。阴阳是一个种总括的一种概念，总体总括的属性，它来统其他六纲的。而其中呢，根据疾病性质的寒热虚实呢，那是很具体的，它是描述病性的。而寒热虚实描述病性是反映出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寒热反映的是
人体阴阳失调啊，阴阳失调的程度估计，人体阴阳失调的程度估计，虚实反映的是人体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这两组矛盾复合交叉，反映出完整的一个病性、疾病性质。那对一个疾病概念，中西都一样的，都有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各自有自己特色就是了。啊，我们就前面提到病因的话，中医是间接综合推导为主，直接观察分析为辅啊。西医学恰恰倒过来，直接观察分析为主，间接综合推导为辅啊。哎，不同时代产生了。病位的话，中医学是功能定位为主，结构定位为辅的。现代医学是功能定位为辅啊，结构定位为主啊。因为现代医学查来查去查不到的时候，最后你一定要逼着他说个病名，他要告诉你神经官能症啊，什么什么综合症啊，这不是功能定位了吗？他也要功能定位，他是结构定位为主，功能定位为辅的。中医学是相反的啊，但性质上呢，现代医学是啊，贯穿于全病理过程的一组矛盾作为属性。炎症，哎，现在非典型性肺炎这个啊，当然还没弄清矛盾了。那大疫性肺炎细菌侵袭引起炎症，这个炎症贯穿于始终，划分四个阶段，哎，充血期、红色干变、灰色干变、吸收消散四个期，这四个期围绕着炎症的演变一组矛盾。中医学不是啊，它二元并性，必须是二元并性，两个角度，就像看电影立体的啊，一个交叉点。哎，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阴阳失调的程度估计，虚实寒热两组并性复合交叉来描述一个疾病病性。那这两个是决定疾病性质非常重要的。陈宗林正是抓住了寒热虚实病性作为确定治法的纲领，因为高层次啊，高层次的治疗大法它不能落实到具体的这个病位啊，表里是病位概念的，哎，所以抓住寒热虚实。那它怎么演变这个呢？怎么推理这个过程呢？寒热虚实病性分别对应产生的是啊，那个寒则热之温法，热则寒之清法，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里的泻是广义的，这里的泻是驱邪的一种广义的提法，不是广攻下那个泻。那驱邪呢，用汗突下啊，三个途径驱邪，这三法加在一起这六个法。汗突下的驱邪都是一种急性驱邪、紧急驱邪，都是治疗较快的。有些邪你不快不了的，渐渐积累形成的。那这种情况呢，中医有消法，因此实证用泻法里边推导出来了汗突下消四个方法，加上上面温法、清法、补法七个方法，七法，这七法有个特点，都是单打一的，都是单一的。但中医学呢，非常强调，啊，对立病性的同时存在。中医描述疾病性质，当然这个呢，我们后面啊，找时间还可以再讨论，它是容易讲远了。对立病性同时存在，往往呢在人体身上啊，对立两种矛盾性质会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往往要用复合治法而不是单一的治法。那这种复合治法的一个特点就体现在合法，合法，因此七个单一治法加上一个复合治法就八法。这个八法就是陈宗林针对八纲里面病性推导出来的，
它反映的高层次的治法并没有结合具体病位的，你要落实到具体方剂手，还是要把它结合到它的病位，然后主方手要结合到它的病势，病势就是趋势传变，哪里传变而来，可能转归向哪里而去啊。所以我们说八法是属于高层次治疗大法，就指的它不是具体治法，是统帅这一具体治法的，是针对一类病机共性所采用的治法啊。这样呢，这个同学们呢可以根据八纲怎么推导出这个八法，这个过程也使得啊针对病机确定治法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不是把它看作是病机是病机，治法是治法，各自一个体系。虽然各自一个体系，但是治法针对病机产生的。你这样在理法到方的时候组织，你才可以使方形成针对病机，体现治法融汇在一体啊，融理法方要为一体啊，否则是各和各学各。因为方剂学和前面的中剂、中针、中药不同，它都基础的互相呢各反映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把那组合起来，方剂学要组合起来。也就是说他搞成的那盖房子那个预制板，他搞成的这个门窗，对吧，我们要加工形成一种基本构建，这种基本构建这一方它得用在临床啊，见证哪一类的西式的中式的里面分别可以去用，而不是零碎材料，而构成一种基本成品。那你有个组合过程，那就是说病机治法方剂这个过程啊，变成了这个过程方剂到用药，你在当中要给它一个融为一体的一种组合过程。在总论期间要深了解到，基本从理论上了解到应该有这种组合过程，那在学习具体方剂当中再去体会这种组合过程。我们谈到啊，常用治法八法，前面呢先要一些从八纲导出八法这个过程了解，下面呢再接着讨论啊具体治法了。这节课呢就讨论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